S.H.E 在八一一合体，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。Selina 妹妹任容萱带着男友跟任爸任妈都到场支持。任容萱记录下爸妈看到 S 上台时的可爱反应。不会吧？不可能要孕妇上台。演唱会结束后，任容萱在后台合体姐姐们拍了一张跟九年前一样的照片。特别的是，这次姐姐肚子里多了小腰果，呈现一个四加一的状态。这张复刻九年前的照片，除了让大家惊艳世人怎么都没变之外，也再度逼哭粉丝。连任容萱都忍不住问大家，是不是要敲碗下一次的合体啊？还说，而且最好是巡回演唱会。她晒出合照后，粉丝们除了感动，还说她绝对是史上最幸运的歌迷，追星最成功的粉丝啊！也有人留言搞笑，拜托她一定要洗脑三位姐姐要开演唱会。S.H.E 暌违多年再次合体，真的让喜欢他们的歌迷都很兴奋。感性的说，从小到大都爱他们，至今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也有很多人赞他们绝对是华语女天团的顶峰，只有唯一啊。小孩家的时光，就算很平凡，但至少很善良。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天堂。